大家好，我们是天津的长寿学学员，今天我们将带着魏老师、各位开学师、各位义工师兄们满满的爱踏上归程。除了深深的感恩、一一的不舍之情外，我们更感受到的是一份责任，那就是要用我们这双长寿的双手，将这份爱心永远的传递下去。下面我们将用这首《让世界充满爱》来表达我们天津学员的心声。星星不一样，星星不一样。